大家好，我是新哥。我们今天来到一个葡萄园，我们去摘一点葡萄吃。看这里，这里。哇，好大一颗的。这个有点绿，我们找那种红黑的那一种。哎，这个有点黑。好，很漂亮啊。哇，晶莹剔透的，这边实在是太宽了。这个要是在里面摘上个十来分钟，我估计我的腰间盘都快突出了。这个应该是比较甜的了，红黑的。哇塞，实在是抵不住这个诱惑。这个用这个葡萄来做葡萄酒，简直就是不二之选。来，我们在里面看一下，这里实在是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拿哪一串。哎，就拿这串吧，这个。喂，哎呀，这个实在是，如果这样拿上十来分钟，肯定会痛腰的。哎呀，哇，这一串有点沉了，这一串差不多有一斤了，估计有两斤。自己拿的跟在集上买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好了，就拿那么多吧。哇，几十斤了，有点重哦。好了，回家了，我们。泡在河边，吃着葡萄。很舒服啊。葡萄来啦。晶莹剔透。再撒上点水就体现出它的这种光泽度，非常漂亮。来吃吧。你泡过之后